欢迎来到我们行江吧。行江吧。有麻鸡吗？香奶麻花蜂蜜麻花。干吃饭，干饭啊！我叫马殿英，我是昌吉人，我在昌吉小吃街开了一家油糕店，看，这就是我的店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排队的油糕，又香又甜。这几年来昌吉旅游的人特别多，我们小吃街的生意也特别火爆，我们每天回到家累得啥都不想干，但是呢我们心里面特别美，生意好我们赚的钱也多。我的好姐妹们，这两位就是跟我干了13年的老员工了，干了13年，我们都不舍得离开。哎，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好长时间没见你了。我今天要麻花30个。啊。油瓶30个。啊。再要个油糕。好，我把你妹妹加上，嗯，加上她也要了嘛，啊。好。啊。生意兴隆。谢谢谢谢。我刚开店的时候，这边还免了房租，米面油这边都是统一配送的，我们啥都不用操心，只管把生意做好就行了。我们以前都是在店里卖，现在我女儿还用抖音宣传我们的产品。金灿灿热腾腾的油糕出锅啦，给大家看一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工作间，都是手包出来的，亲手包出来的糕点油糕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糕点，小麻花、麻叶、手工馓子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创始人，也就是我的妈妈，噔噔噔，给大家打招呼，希望大家都来品尝我们家的油糕，愿大家的生活呀像油糕一样甜甜蜜蜜，红红火火。好，老板，谢谢了，走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吃得好再来啊。好。